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调好了吗？还是卡。你再调一下，调全低特效。真不至于调全低呀、啊，要不我把帧数等一下。像我这样的电脑也只能高到70帧，不是70帧，是 FPS 70，是的，就这样。所以我眼怎么瞎了？哎，走，这是笨笨心。哎，好了，上路又开始掉线了，就他们家了个咪的，竟然掉线了，好吧。这个，哎，我的电脑怎么没有钱了？不要闹。好了，这个呢，录一次这个夫妻档的这个视频是吧？掉线了。好的，好了，我那个什么，哎，我操，我掉怎么回事？啊，我掉线，卡了，到待会儿再录，待会儿再录。哎，我又回来了，哎，是不是非常的神奇？神经病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上单位空缺。好，我去上单。嗯，你来下单。再见。Sayonara。别闹。好，那这地方呢，帮梦魇加一个，走吧，然后加了个护甲。你不需要给我发那个好吗？看我怒送一血。对，大家可以看到，给这个加了一个 W， 然后一个这个护甲啊，这个是、哇，好暴力啊！哎，那下路对面玩双暴力呢，那这个地方呢，先控一下血，不要 A 兵啊，跟他们见。我没有 A 啊，妈。我提醒你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呢，我就是这个紫色的小兵，你们看到没？死掉的那个，中间第二个，我 A 兵了，去面壁，哎，好了，梦魇想去抓野，对面想去抓野，然后就洗掉了，对面是领先到二，哦，好疼啊！好，差点死掉了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走吧，哈哈，好的，下午双暴力呢？去，最难打。啊，其实有点我的错了。那这里下路双暴力的话，主要呢，我的这个呢是想靠这个什么，靠这个消耗为主来打。哎，然后这上路的盲僧又掉又不掉的。干嘛呀？这上单？那这里呢，主加血，下路双 ADC 的话呢，这个主加血的话呢，这个第一可以提升一下护甲。然后呢，消耗的话是吧？对面消耗的话不会太疼。主要呢，对面二级，对面差了两个等级，所以说还是蛮麻烦的一件事情。再加上这个上路这个不稳定啊，当然上路不稳定跟我没有多大关系是吧？不过呢，从这个。